有一点点习惯，一开始不太习惯，但是后来就觉得很好，就习惯了。对，但他好像最近有拿掉一两个，对，就有被说服说拿掉一两个，再去尝试别的看看。是吗？OK 啊，他自己觉得他的身体嘛，对啊，他觉得好看也很漂亮，对啊。但其实就是看久的习惯也还蛮能接受的，对啊，就是他自己的一种风格。你看你头发也是跟他一样。你现在不染会变正吗？好像也染，但好像之前说哦，之前的照片。所以一开始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习惯吗？一开始会，但是后来就觉得就有习惯。他有约你一起去穿房，因为他有邀进来。他没有邀我，但是我有陪他踏入过那个店，对，那个店，哇！我说我这辈子还没有进去过，然后走到那边，我好像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新奇哇！很多各种很特别的东西。那你知道他误吞了那个扣的吗？我有听说。你有听说？对，我听他妈妈说的。那你怎么没全部一起吞下去？但还好啦，这一个是小小猪猪。那他对于就是大家对于他就是外在很关注这件事情，他是会有点困扰的吗？我觉得他不太会，但是他自己还蛮知道自己的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，反正身体是他自己的，所以自己觉得 OK 就好。而且其实穿环打洞都是会复合的，就是拿下来这些皮夹就复合起来，所以还算 OK， 就是一种尝试吧。所以他们打每一个部位前都会跟你们说吗？我是没有接受到讯息，对，但是好像都有跟妈妈说，妈妈再给我看一下。哦，那你只是告知，其实就是要穿，还是已经打了才讲？好像有几个是这样。妈妈说，哎，怎么不太一样了？对，但是他好像最近有拿掉一两个，对，就有被说服说拿掉一两个，再去尝试别的看看。我也不确定。好像自己也想要再改变一个style。自己是从来都没有去任何洞，任何。你没有耳环吗？我耳垂太大了，我感觉我打下去耳朵会哭出来，而且我耳朵很硬，所以感觉打下去，而且我不适合啊。对啊，我打就好像不太适合，我没有这个念头，就是去打洞。